鳳小姐，其實呢個做法咧，我自己都有好多接觸嘅個案都係咁樣樣，覺得咧食生果咧就好有營養啦，有豐富嘅纖維啊、礦物質啊、維他命咁，咁所以覺得哦，揾健康嘅方法去食下水果減下肥嘅唔緊要啦，試下都無妨啦咁。咁但係其實以食水果嚟減肥嘅話，我就覺得一啲都唔健康，因為其實如果淨係食水果嚟講嘅咧，個營養上就唔得均衡啦，好似會蛋白質啊、脂肪。光啊、鐵質啊、鈣質呢啲嘅營養素都會吸收較低啦，咁甚至乎亦都啦，每日去攝取水果為主嘅話，個卡路里都可能會偏低，咁久而久之確實咧個體重會有下降，咁但係咧主要都係營養不良而消瘦嘅，咁同埋因為個卡路里又低啦，咁營養亦都不足嘅話，咁喺嗰個減肥期間遇到有頭暈啊或者佢攰嘅情況出現，其實都好普遍噶。市面上的減肥藥啊、減肥膏咁，其實大部分都未經醫學去證實佢嘅效用性同埋安全性嘅。咁而好多嘅減肥藥嚟講咧，都會出現有利尿啊、輕瀉嘅作用，去達至到有減肥嘅效果。咁而長期去使用嘅話咧，會令到身體有大量流失礦物質，或者我哋所講嘅電解質。咁如果電解質失調嘅話，咁就會出現有肌肉無力啊、容易抽筋或者營養不良嘅狀況啦。咁而市面上嘅減肥膏嘅話，咁其實好簡單，睇下佢嘅成分都有機會可能唔適合你嘅話，出現有皮膚敏感嘅狀態啦，咁傷害咗皮膚嘅皮層啦。咁所以其實如果要使用到去嘅減肥藥啊、減肥膏嘅話咧，咁我覺得應該要去問醫生啦，睇下醫生介紹翻一啲有可靠性啊，同埋等醫生去觀察下，睇下嗰個份量適唔適合，而可以安全地去使用啦。其实减肥要又有成效又健康嘅话，饮食系好直接嘅啫。咁首先我哋就要保持一个均衡嘅饮食，依据饮食金字塔嘅指引，要有充足嘅五谷类啦、蔬菜、水果、奶品同埋适量嘅肉类。咁而重点会着重喺选材啦、个烹调方法同埋食物嘅份量。咁喺个选材方面就要去睇翻啦。预先包装嘅食物嚟讲，最好就系有低脂或者脱脂就要去选择啦。好似奶方面嘅话，我就会选择脱脂去减低膳食嘅脂肪啦。咁而喺新鲜嘅食材方面，好似肉类嘅话，咁就要避免腩啊、皮层啊或者内脏啊、骨头等等呢啲嘅位置，咁就亦都可以进一步减少脂肪嘅吸收。咁而喺烹调方法方面，亦都系选择下一啲蒸、烚、灼少啲油嘅方法，避免煎炸一啲浓味嘅食物。或者汁醬，因為呢啲隱藏住好多嘅脂肪。咁而喺食物嘅份量嚟講，我哋要睇下每日應該攝取幾多嘅卡路里。咁而喺個卡路里方面嚟講嘅咧，一般指引女士係每日不能少於1200個卡路里，而男士就唔建議少於1500嘅卡路里嘅。咁而喺當中嚟講嘅咧，我哋又要有好好嘅配搭嘅喎。咁就係講緊50%至60%左右係要嚟自碳水化合物啦。咁少於30%嚟自脂肪，大概15%至20%嚟自蛋白質嘅話，如果能夠做到呢以上嘅建議，其實減到磅係絕對唔困難噶。其实减肥应该做啲咩运动呢？我哋一般都会建议带氧运动，不但可以燃烧卡路里啊、燃烧脂肪之外咧，亦都增强心肺功能。因为好多肥胖嘅人士咧，都走唔甩有胆固醇高啊、血压高嘅机会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做一啲带氧运动，就可以调节翻呢个情况。咁亦都咧，带氧运动可以选择下啲乜啊？跑步啊、快步行啊、踩下单车咁。咁而好多人认为，哇，做完运动后应唔应该食嘢呢？会唔会影响咗个减肥效果呢？咁其实运动后嘅30分钟内，如果你能够进食一啲嘅小吃，咁其实系可以帮助嗰个体力嘅康复。而小吃方面，我哋就选择淀粉质为主，甚至乎可以有少少嘅蛋白质喺入面都可以嘅。咁啊，选择可以选择系啲乜嘢嘢呢？譬如好似脱脂嘅乳酪啊。
一啲嘅健康啲嘅 cereal bar 啊，甚至乎细细份嘅三文治都得嘅。咁如果去到正餐嘅话啦，咁就要注意啦，唔好太多脂肪啦。咁喺个肉类啊、淀粉质方面控制翻个份量，再可以嘅配合翻有足够嘅纤维，咁其实就会食得好健康啦。咁如果跟进以上嘅建议，咁其实有做下运动嘅话，咁其实效果就会好好噶啦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